个国家都说很异常，不只是异常，是很严重。昨天呐、啊，是每周一，我们宗教处、国际事务处跟国际的慈济国家在开会，听到他们在报告了，好心疼啊！受灾难的地方，虽然呐、啊，慈济人先报平安，先安个心，紧接着所报的灾情严重，很心疼。开始呢，要如何关心啊？路途都遥远呐、啊，是近距离或是远距离呀、啊？距离要多远呐、啊？要救灾的，要开什么路啊？是山路、平路什么路？一我都要清楚了解，一的叮咛，要照顾好自己平安，才能帮助人的苦难。要注意路，要安全，要注意呢桥路有没有断，这都是呢要提高警觉啊。要说的真多啊，真的是感恩所有的菩萨，遥远不同的国度里的慈济人，哪里有灾都是呢每一个地方就动了，同时去做救援，这感恩，真的感恩，不忍众生受苦难。但是呢，听到啊，离这么远的啦，实在是呢，这里的所在无住这人啦、啊，就是更沉重，因为呢，知道那里灾难、苦难偏多，没有菩萨，当地人间没有菩萨。就没有因缘哦，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，苦难众生，需要有菩萨。所以我说，不管任何国家，只要有慈济人呐、啊，就要用心，菩萨招生，菩萨能招生，一来。我们达到了生命的价值，可以接引人间迷茫众生走入佛法，了解人间道理，成佛之道，不离菩萨行，期待人间呐、啊、都能认识佛法啊，就是因为有苦难的因缘，比较能接引到菩萨，让人因苦得理，因为苦会当听到道理，所以常常说菩萨所缘，缘苦众生。人间无灾无苦啦，就没有菩萨的名称。所以呢，菩萨是因为有苦难众生，菩萨因为众生迷茫，所以菩萨要在人间教导众生啊，启发爱心。都要闻声，都要见苦，
闻声见苦啦，总是呢，菩萨就可以牵言牵手，牵手牵言，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啊，在人间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多用心，多来了解。现在要把眼界开阔，大家人要探究年纪还不很老，眼睛还很明亮，耳朵很聪，眼明力聪啊，而且身体还好，走入菩萨道可以发挥生命的价值，请大家都要用心。我天天都要把握因缘，不断的呼唤，不断呼唤。因为呢，我现在知道，每一回师父说话，全球连线呐，我都知道，每一场。师父讲话都是几千条线在听，所以有的时候听到在分享，国际分享，果然呐，慈济人所说的话都不离开师父，什么时阵讲什么话，师父的方向要做什么代志，我启动要做，真的。我听了听了会安心啊，也感觉此生无憾啊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要不断的不断的勉励。我看到了，也许呢大家没有看见，大家师父说，师父看到啊啦，您爱注意眼光呐，往那一个方向看，看到当地的苦，当地人互相呼吁、勉励、启动，这总是要很多的声音，口传话，勉励大家启动一念。善心，眼睛多看呐、啊，就是要眼观天下。每一位都是菩萨，每一位看到了苦难众生，就要赶快呢，互相问好，平安吗？平安，当地。需要力量吗？需要人力吗？需要物力财力吗？那赶快回报本会，就这样接力啦，不断的接力，开阔的天下，我们呢要彼此之间理解人间苦，听声嘛会当食，我听到这，搁较远的听袂到，我这都搁甲传过去，传声啦，还要呢接近，我环境看到这，那那边遐赶紧搁传过去，这力量。大家人合合起来，力量都大了。我们就是要这样，每一个人都是能发光的萤火虫，每一只萤火虫都有虫伴，这样的萤火虫伴啊，把它启发起来，挥金箍来抓咯，我们要多招待来啉茶啦，呀，来抓路啦，
这样细心的招呼，这样的接引，这样的启发，很自然，那就满天都是灰金菇啦，很闪亮啦，那方向呢准确啦，让这样黑暗的人间成为光亮明丽哦，真正是明啊，真漂亮，这都是咱大家人拢做得到。不要轻视自己微小力量啊。